She gives me loving like I ain't ever had. They toss me to the curb like a dirty dish rag. Say, boys, is the juice worth the squeeze? Hello, 大家，请原谅我的家庭有点乱。今天早上我一直都 work from home 嘛，然后我想说，真的，哇，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一整天脑袋这么大爆炸过了。因为我最近在处理一些跟签证相关的东西，然后有很多规定要看，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scenario， 这件事情真的好复杂哦。我只能说我对于所有读法律跟在公职机关里面上班的人感到由衷的 respect。 虽然我不是没办过，但就是弄这些公家机关里面的东西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大的耐心跟就是清晰的头脑才能够做到。总之我今天就是打了非常多的咨询电话，然后跟公司不同部门的人讨论，就是跟财务也讨论，跟法务也讨论。我今天要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之前的 vlog 你应该有记得吗？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里搜出了超级多的硬币，然后我只能说这验证了一件事情，叫做积少成多，各位。然后我上网查的时候，我发现政府好像会有硬币车还是什么的，他们想要回收在市面上面的硬币，然后去避免还要去铸造更多新的硬币，然后造成浪费这样。所以他们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拿硬币去换成纸钞，或者换成你的八大桶里面的钱这样子。我有点期待里面会有多少钱。 So let's go。这是我来香港第一次去换那个硬币，然后我这次换了714.7块。我刚发现我家这边有一个 #B 的 pop up store， 我之前怎么买都买不到的。大家可以自行想象，它本来是一颗花吗？想跟大家说我很忙，然后我也的确真的很忙，只是说每个阶段忙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最近呢，就是本人我哈人生有一些小小的变动了，这就包含我的，就是包含我的生活跟工作。那因为一切还没有尘埃落定，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的 life update。反正我觉得最近的人生就很像在打游戏一样，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怪兽要打那种感觉。当然不只是我，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每天就是头昏脑胀，可能忙念书、忙工作、忙小孩、忙家庭、忙 everything， 生活已经够乱够复杂了，那我们在其他地方就要尽量简单一点。之前在空空想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个 AIO 的面膜，那其实这个是我的第二盒有用光了。其实我是拍完空空想之后就收到他们的邀约，然后整个受宠若惊耶。我想说我的影片都还没有上，难道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吗？AIO 是一个日本专注于精简的品牌。一开始我认识到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洗脸粉，就你可以加水稍微搓一搓就可以洗脸。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它整个不管是包装啊、理念跟它的产品，它没有很多很花俏的
的成分啊、诉求，它就是我今天要洗脸，我就专注住洗脸；我今天要面膜，我就是专注做面膜该做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因为我的皮肤超容易敏感，我的敏感是来自于可能我今天吃错东西，我今天可能灰尘太多，或是我单纯那天鼻敏感，我可能整个脸就是眼下这么一圈都是红的。首先，我们先 appreciate 一下这个包装的颜色，你们不觉得这颜色很漂亮吗？这个面膜其实最近在我朋友间的讨论度还蛮高的，它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四合一的膜布，撕给我看，所以在一些脸部最缺水最需要保湿的地方会加强。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有些纹路，在这几个部会加厚，所以那个精华可以吸收的更多，15分钟就可以做到很有效的退红舒缓。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医美就打水光针，刚打完的时候我脸就长这样子，医生有跟我讲说可能脸会红肿大概3-4天这样子，然后那段期间我也有试过，以后急救效果来说我觉得 CP 值还算高的。那如果你皮肤是处在一个很脆弱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大概用2个星期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有被修复的感觉。通常会搭配像这种按摩器，会针对这些重点部位让精华吸收的更好。这些脸部穴道的部位有特殊的设计加压，就可以把水肿啊、压力啊这些都按掉，感觉真的很像一个减压面膜，就可以让肌肤减压平衡。你知道对我来说啊，这15分钟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的脑子很长时候就是太多东西在跑了，我可能想到 A 又连到 B， 很担心 C 又在想 D。 我自己很喜欢在这15分钟里面就你敷了面膜按摩一下放空，就你身心灵都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一块面膜基本上就有退红、保湿和淡纹的功效，真的是像我这种出手敏感肌的 N5。 最后可以再用这个 Essence 再加强补充水分。这个 Essence 的成分简单也很温和，主要是汉莲花精粹，可以达到水油平衡，稳定肌肤。通常这样子肌底保养好之后，上妆就比较不容易卡粉啊。像我这种每天基本上都是2-3点才睡，作息不正常的人，相对来说皮肤比较容易不稳定，然后或者脸上会长那种一粒粒啊，或是泛红之类的。如果你也很困扰的话，其实可以尝试把你的 skincare 开始变得简单一点，提供给你肌肤它需要的东西就好。那另外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日本品牌，他们都有那种想要贯彻一个理念的职人精神。我觉得我在这个品牌上面也有看到这样子的Sparkle， 他们很努力的在发展精简的保养，从产品设计、包装、品牌形象都有贯彻了这个精神。另外提醒大家 ，AIO 现在只有在屈臣氏独家发售，下次如果大家经过屈臣氏的话，都不妨给他一个机会，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面膜。I'll be waiting for you.Perhaps one day I'll hit the lotto. Then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 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We could travel all around this world.Fly first class every day. But if I never hit the lotto,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 Perhaps one day I'll reach the big time. 你笑什么？星期六看见其他人 post 的时候，我就想。我今天星期一一定要买，然后我今天很早就9点就爬起来，我妈说你今天那么早不动，我说对，我要吃 McGriddle。 这几天香港大事就是 McGriddles 跟奥运了，我们今天还是热的，大家快点吃。
行李箱哎。刚开了一个快一个半小时的会，然后我今天要接下一个。今天是要讨论什么？公司内部的一个讨论，这是我今天的第三杯咖啡。Stella 跟大家 say 个 hi。嗨。来，我们又到了一个月一次的买零食时间。小姐，亲爱的，你想吃什么？买 hamper 买瓜。来来来，这位披着 IG 的，我还没有想到。来，好 Q 来，我想爬虫。哈哈哈！哎，萨拉米，萨拉，嗯，什么嘞？来个火锅，我跟你们发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今天没有化妆，但是她有很漂亮刚刚漂完的头发。我要菲律宾的萨拉米，投下我神圣的一票。My drop。我们终于来抽出这个月的零食们，究竟谁会中奖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喽，第一个，哇，好啊！第二张，哎，唔好意思，你就好啊，这是谁？你的？对对对，嗰啲杯面啊，辣嗰啲杯面。哎呦，一定是你的，这感觉是你的。哇！还有啊，对，不是我拿鸡皮了，我只要一张咋 ？Hello， follow IG 啊。哇，这个是鸡皮，你又唔会用 又在度默默地浪費 Cynthia 的 memory card， 點樣 zoom 噶 ？zoom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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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nova， 嘟嘟嘟嘟嘟嘟嘟，哇，睇到曬。點樣 zoom 噶？係啊，留呢個。哦。咁喺度復緊 yes。好想食泡菜湯，好想睇 Seventeen。好想食白方啊！好想睇汪湖。哦。發現咗添。哦。真係講汪湖呢個。哦，呢個係佢老公啊。她老公是汪湖，那伊人是什么呢？哦，即是先拍摄拍摄哦，拍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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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拍摄了，没关系啦，有汪湖就好了。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